谢谢，娜娜知道了，蓝老师。嗯，好，特地帮我们拿了一箱水。他们用这么是准点的。哦哦。하나에용좀어라는거달라고그래서20개에서70불을주면돼요아그래나도나도麻烦麻烦他拿着我拍个照片好不好이거사진이거좀들고사진찍어줄수있나물어봐他拿着就行了，拍张照片。对，也也也。拿我手机就行了。对，江西水做广告一样，对，做广告，你看很帅的，哎呦，很帅的，看看谁呢？哎，这个是带气泡的还是没有气泡的？这是糖水，上面的有气泡，就是对。哎，它这个二维码上面还有一个。对，它很多产品，你看你不关心朝鲜产品，朝鲜很多产品都有二维码。它二维码扫描是会怎么样？有些能扫出来，有些扫不出来。微信支付。嗯嗯。扫出来就给这个企业做贡献。气泡的。哦，你会英文。金达好厉害，一点点，不是、啊、一点点。这边还有含量啊？没，不会。不会啊，他会英文。对，这是 sparkling water。这个是塑料瓶的，应该是出口的啊。你不学过日文吗？出口的。然后我要喝一口，好不好？你喝了尝吗？对，日文日语好多发音跟中文一样，跟潮。那个韩导来。对。这东西。嗯，这个气泡好足啊！真的是有泡泡，他上次他都没加，我再加点。我拍一下。真的有那个，我还没。大家好，我是这一次的导游，我姓邱，请大家跟我一起喝一下碳酸水。这是碱性饮料吗？对身体好。碱性的啊。嗯。对牙不好呀。它这个你看它，天然就这个味道吗？哎，它不说天然的。哇。我尝一口吧。就下面有泡泡一直在。对。往上。水晃了，气呀！那它有碳酸。哎，那就是朝鲜人喝得惯这个碳酸水吗？就平时日常中会愿意喝这种带气泡的水吗？哦，就是有人特别喜欢，有人特别喜欢一直喝这个水。哦，这个水呢可以治疗各种胃炎，帮助消化。碱性的。今天中午我们在妙香山特产餐厅哦，妙香山是我们今天中午还是晚上？中午在平壤的妙香山，对对对，中午回平壤，就想说我们要去妙香山，妙香山晚上那个大同江海鲜店哦，今晚去大同江吃海鲜，请大家带好人民币。对，大同江这个是自费，到时候我们自己点完看多少钱再说。嗯。下一个就是农场，在农场。他那前面这些熊，你看喝水喝的口吐白沫，就真的是啊！你看这只，你看这一只，对，口吐白沫。哎，这个是学生来参观吗？哦，学生，大学生，学生，也不知道他们来参观。他们不理我。可是为什么这边女生都很白，男生都黑的？这男生晒太阳，黑的。这个女生用金刚山，黑呀。女的用金刚山，男的用。帅，哎，其实我很好奇，你们就是平日常的饮食中，小时候会有和人参相关的饮食去吃吗？饮食啊，就是日常会有是吧？例如泡菜啊，或者汤啊之类的会有吗？没有哦，人参汤、炖鸡汤会有，是你们上次尝过一次人参炖鸡汤，经常吃那个东西，对。你生活太滋润了，难怪这么白。然后那个吃人参的那个，怎么说？酒没有，不是酒，就是水呀。人参泡水，甜甜的，对。人参泡水，人参泡水也不是泡水，人参。人参水就是甜甜的味道。人参水，那它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它磨成粉吧，磨成粉，然后泡水，然后过滤出来。我们要去的那个开城人参加工厂，它也会有产品卖的，有。算了。除了开城人参加工厂，是不是还有一个长寿？长寿牌是另外的加工人参加工厂，不是，就是牌子不一样，也是开城人参加工厂的哦。而且是，那是开城牌会更好还是长寿？开城的更好。
所以现在好像那个开成，我没追过这那个牌子，反正凡是说人参的话，都是开成地方，开成那边种的。对，其实现在也就是没有什么野生的人参，都是种植的。这个本来叫凡是说人参的，都是人工栽培的。哦，人参就是本来的，它本来的意思就是人工栽培的意思。哦，如果说野生的，要说山参，不叫人参。那三生会不会特别贵？那肯定会特别贵，但是也有的卖，对吧？有，很少。等下就会见识到我们的购买的。而且这些人参的话，就有一年生到六年生的，长到六年必须把它挖掘，挖掘。过了六年以后，它没有药效，就是六年生的人参药效最好。然后说人参不是越大越好，所以叫六年根。不是六年生的，就是按年龄说，一年龄到六年生的。就太后面的话，就是萝卜。对。没有效果，在地外地下都坏掉了。长到六年必须要把它挖掘，然后长了三升的话就越多越好，越老越好、哦、三升越老越好。我们不是还会有那种传说说野三升老了就成精，你挖着挖着它还会跑掉，会跑走。对，说它会跑掉。在长白山就白头山。人参鸡汤是不是开成那边？对，开成那边。我们也是这次也是去吃那个吗？这次加一个。因为这个人参炖鸡汤的话要自理，要另外要付钱的。那我们可以。我们上次也是自理。对，200多。那如果要去买野生的话，在哪里买？开成野生好像开成那边也有卖的，也有卖的。你胃口好大，人生还满足不了你，但是也六岁，我不想买到萝卜。杨叔哥，刘明，你刚才说的是青山里，这里就是青山里，哦、我们一会儿要参观的那个地，那个农场也叫做青山合作农场。哦，这个合作农场算是很出名的一个合作农场，是吧？对，模范农场，这是一个模范农场。这个海报画的好看。哎，其实像这样子的海报啊，农场这样子大的那种标语，是哪里创作的？就当地这个农场有人负责创作的，还是统一说？有的是统一创作，有的是每个地方也会有人。每个地方他也能画到这种水准，是吧？也能画的就这么好看。对对。啊、嗯，当地都有这种宣传人才。是吧？金日成综合大学和金策工业大学这两个，中国北大清华，在金策大学和金策工业，金策就是相当于清华。哦，清华高材生，好厉害，好厉害！理工的，清华是理工的，清华高材生。你是学哪个专业？啊，这个跟外语毫无关系，真的吗？真的。那读什么专业？人类管理？机械之类的是吧？啊，对，工业这一种，工业计算。那怎么会被分配到这里？我后来学外语的，学外语的。那像金源女，金源女音乐大学有这个大学。啊，有。学外语是金苑军音乐综合大学，总称是这样。那牡丹峰乐团那些成员，他们是啊，他们好多的是那边考。哦，是啊，选牡丹峰。对，你要不要考一下牡丹峰？哎，那牡丹峰通常是不是没有办法，就是游客可以看到他们演出？没有，没有哈。我还没看到。哦，拿出来照片了。我还没。只能从光碟和电视里看到。只是官方的演出。官方的宣传。没不是这样，不过呢，我主要是因为我没时间。哦，想还是可以的。哪个想？就如果你想看，想看应该是可以的。一些游，那我们游客能看到吗？游客这个不太清楚。哦，现在还没开放这个项目，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不断的把需求表达出来，说我们很想看牡丹峰表演，说不久的将来就可以看到了。那我们这次行程会有看那些艺术表演吗？没有，你们这次行程没有吗？我们好像去中学，中学是不是有表演？去那个中学还是什么？他们好像说中学有表演。对对，去中学有表演。然后最后一顿饭，他们那个餐厅会表演吗？
啊，换你们回去。本来昨天我们吃饭的那个应该要表演啊，应该要表演，不过我们去的太早了。哦，扣工资。我们这次是完全没有看到任何表演了，没有学生会有表演，学生表演，学生会有表演，我们要边吃边看。没有学生，然后把小孩都馋了，我你们这边吃，我们在那。不过我觉得这边孩子都蛮多才多艺的，多才多艺，就是从小培养的很优秀。对对对，朝鲜人。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多才多艺的，都会乐器啊。那韩导你会什么？那你会什么？那你我是另类，我不会。他会中文啊。人家是学霸，人家不需要的。你有没有一个当军人的梦啊？有没有？你是我已经当过了，当好当兵了。他们要服兵役的哈。几年？我当过三年。三年。当过军。离开舍得吗？离开是。舍不舍得？舍得，一般般吧。你看那就是舍得。那如果还想回去的话，还能回去继续当吗？走吧。如果我还想回去的话，最主要的是我不想回去了。我都说了吧，就舍得，不想回去。看到那个不是中国话，不是有句这样的话吗？当兵后悔两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哦，他真的很了解中国，韩老师。我听中国人说的。中国人嘴真碎。什么都说。不像我们这样。肯定是我对中国人的兴趣有才华吧？你问天分吧。你对中文是挺，就是外语只学了英文那个中文，其他的那个我什么都学。哦，你还学了其他语言，英语什么之类的？英语不是最简单的日语。你会日语？没，德语就几个。吓到什么地方？就是你能很明白我们的意思，但是差一点的中文，他就有很多意思他听不明白。所以我一般情况下都很少说话。不暴露啊！不暴露。你看人家还是那个不暴露，这个真的是很好的。该说不暴露还是不暴露？一两句啊，我们也不知道，他就是不暴露。水平很高，这样。要上洗手间吗？要。五点到了。